大家好，我是蛋壳。这期视频开始，咱们给这个小号手的1:72苏三零 MKK 上色。首先还是给座舱部分上色。座舱呢，舱盖呢已经是给遮盖好了，外面和内面全部给遮盖住了。像光电头这里就不用遮了，光电头这里我看照片上跟机体是一个颜色。弹射座椅呢，基本上就是黑色为主。比较写意的这两个 HUD， 也是大概把透明的部分给遮了一下。其他的部分，像座舱的仪表台，前后的仪表台的外部是黑色，内部的话是浅蓝色。因为这个苏三零是原装进口的嘛，如果是歼十六的话，应该内部就不是浅蓝色。像这个座舱两侧的仪表台也基本上都是浅蓝色。然后就是弹射座椅了，弹射座椅主体部分都是黑的，像坐垫什么的应该是军绿色，安全带啊，我看有些照片里边安全带是灰色，那咱们就按灰色的图。其他的这72比例的板件也细节也不多，大致涂一下就可以，想更细的分色也没东西涂啊，主要是。下面呢就是开始上色，上色的过程呢会比较长，因为涉及到舱内，然后导弹还有机体这三部分。
Thank you.
好，那到这儿呢，这个小号手的1:72苏三零 MKK 就做完了。作为爬虫佬的第一架侧位，我觉得做着还可以吧。虽然有些地方还不是跟想象的效果还是差一点，但是还可以，我觉得。板件来说，问题主要集中在机头的部分，像舱盖有比较严重的合膜线，雷达罩呢跟机体的组合度很一般，有高低差，需要用补土去补一下。其他的还好了。行，那这个视频就到这儿了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视频再见，拜拜。